它煮得蛮香的哦。是有用心思去做的，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吃起来都是很好吃的啦。因应慈济基金会成立51周年，八生香祭志工准备了5400份寿面与民众分享喜悦。如果大家已经依佛了过后有这个素面吃哦，都是很好咯，也是说大家都是起了善念哦，然后又有一个健康的素食吃。我们要 slow and steady。事前准备工作繁琐，香祭志工要处理的食材超过数百公斤，希望民众品尝到食物美味。所以我们已经试了，应该是第4轮。因为我们要考虑到的就是这个寿面一定要可以耐久，可以保持它的新鲜度。志工从凌晨3点开始准备烫面拌酱，配上各式佐料，当下用心是关键。3、7、3、8、3、9、40、41箱，我要54箱的，现在这个哦，是欠11箱。那我们也是第一次做这么多的寿面啊。当比较不顺的时候，生产线不顺，大家就会互相提起，深呼吸，深呼吸，我们就是送出祝福的。民众吃下的每一口寿面，感受到志工的祝福与温暖。香祭团队一定行。台新闻真善美志工马来西亚综合报道。